我是远山，英姿挺拔气宇轩昂，才高八斗为国人民直爱宝岛，我爱鬼岛的中华儿女。我是远山，我看海峡。欢迎收看超级变变变，到底今天有哪些参赛者会带给我们惊心动魄的表演呢？有请第一位参赛者侯远山。大家好，我是侯远山，是从小读中国书、受中国式教育长大的中国人。怎么会这样？各位评审，他很老实啊。那你始终如一，没有变嘛？这句话是蔡英文在2000年说的，可不是你说的。好吧，这里不适合老实人来了，先请进一段广告。欢迎拨打政治立场测试专线，很高兴为您服务。嘿嘿，你高兴的太早啦！欢迎回到超级变变变现场，让我们欢迎第二位参赛者赖清德。挂欢队三通直航，挂欢队陆客来台，因为会有解放军跟着，那是木马屠城。我还主张台湾独立，别人都知道我是反中大将，但是我现在主张亲中，一定爱亲中。主张台独，但是从反中变亲中，变这么大，当然给满分。这已经哦，不是人可以讲的话了啦。那以前跟他反中的人，不就被他骗惨了？你将来是不是打算选？你这样变变变，选得上吗？你被这买压个炸的。我给，我给，大家再看麦嘛。好，谢谢我们赖清德。接下来让我们再进一段广告。看，你刚竟然挂我电话。关于两岸未来，支持台独请按一，支持统一请按。关于两岸政策，您的态度。反对三通直航请按一，反对陆客来台请按二，反对虱目鱼气座请按三，反对中国请按四，以上皆反对请按九。符合您的政治立场政治人物有蔡英文请按一，赖清德请按二，干话之王蔡请光请按三，请选择您最喜欢的人。您选择的是二赖清德，恭喜您，您的立场是亲中爱台，支持三通直航，支持陆客来台，欢迎虱目鱼气座，谢谢您的来电。